皆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私は鬼です。よろこそ、サクラスレッシュ、第四次キリ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阿贵，欢迎回到录音展展第四展。我们今天呢，开始前一样来教一些简单的日文。那开始，说明一些日文之前呢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下。就是我每个影片之前啊，都会标题都会写阿鬼游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个其实念作阿鬼阿索比，阿索比就是玩游戏玩的意思，对，就是表示是阿鬼玩游戏的感觉。那可能有看过另外一种是阿鬼做什么什么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阿鬼ツクル，就是阿鬼制作。对，有些影片就是不是玩游戏，然后它是制作的一些解说之类的片段，就会用阿鬼ツクル。对，大概是目前就用这两种，阿鬼阿ソビ跟阿鬼ツクル两种。对，那大家有因为有些人留言说什么什么阿鬼游，他可能把阿鬼游当成我的名字了。对，其实是阿鬼而已，后面的是游玩的意思。好啦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教一些简单的数数好了，对啊，像英文的 one two three four，那日文单也有一到十，一到十也教大家念一下好了。我们今天的一到十，大家应该很常可能有听过哦。一的话就是，突然想到只想到英文，突然想念成 one two three，不过日文的话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就是一到十。不晓得有没有什么谐音念法，不过就是念起来还蛮顺的。就是如果这个念多次一点，我觉得还蛮顺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有一个节奏。而且节奏念起来就还蛮顺的，一到十。那十一的话跟英文有点像吗？好像也不太一样。像日文的话就是十是九，虽然念起来很像英文，很像中文的九，但是九是十的意思。那十一的话就是九一几，那十二就是九二。那十三、九三、九四、那九六，那这念法就是大概如果学一到十的话，基本上就可以念到一百了，念到99啦。一百念法就是 hiaku，像一百、一千、一万那个念法，有些都会比较特别哦，就跟英文有点像啦，就是百千万都会比较特别的念法。那日文的一百就是 hiaku，就是一百的意思。对啊，这样子大家应该可以念到一到一百的日文，应该都可以念了。对，只要记得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九。哎，我好像混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对，这样就是一到十啦。大家有没有学起来呢？好啦，那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录音展展。那我们今天的进度我看一下哦。我们今天一定要把那个刀升级一下。对，之前很想升级，但是一直没有打到材料，一直没有挖到材料。好啦，不过在升级我们的刀之前呢，我又偷盖了一下房子。那我们看到我们有屋顶啦，呵呵呵呵啊！而且我们扩建咯，我们变得好大。我们从外面带大家来看一下好了。那我这边门口一样是有安全措施，然后这边特别的用了半砖，立的半砖，那怪物比较不容易冲进来哦。虽然我们人还是很好走，你看这是中间哦，这是中间，这边只剩半格，所以怪物很难冲进来。啊，那我们的，嘿，好，我们的家大概变成这样子。那还有二楼，等一下怎么有巨大僵尸？等一下怎么幽灵？大白天的幽灵就升天吧。哦，掉纸哎，
等下那个巨大僵尸，等下那个巨人，晋级的巨人，救命啊！我家被巨人偷袭了，我是应该先把它解决掉，有点大只欸，嘿嘿嘿，有点大只，感觉被巨人撞到一下就会死掉了。我记得它攻击力非常的高，所以我要远距离打，远距离打它。好，那颜色怪怪的，我们这一集就不使用光影来试试看好了。大家好像说光影有时候太亮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一集试试看不开光影的话效果好不好？那我们还开一下那个动态好了。好，那就差不多先用这个。植物会晃动，但是光影是没有开的。好啦，那我们的家，那大概是这样子。我们先关门，关门两道安全机制，所以敌人冲进来的话是比较不容易的。好啦，那我们这边右手边这里是我们的厨房，当当。我们厨房之后会做一些厨具哦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多余的材料。看我这边的食材非常多啊，各种食材都准备好了。就差厨具了，我们之后会在这边上演一个小当家的系列。我们在这里做菜哦，好，这边做菜的环境应该还不错。好啦，那这里这个空间就是大家所期待的厕所，对，这里之后会变成厕所哦。不过我目前还没有材料可以做厕所，我们之后会把厕所的东西放进来。好，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很期待这个厕所，之后带大家来上厕所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缩减了，这边后庭这边缩减了一下下，本来有五格，五扇门哦，那我们现在缩减成三扇，那不过后面还是一样宽，对，不过我们这边为了扩建，所以把它的稍微缩减了一下下。好啦，那这边是楼梯间。这边楼梯间我还不晓得要做什么，所以现在就是一个空的空间哦。那这边可以偷看一下外面，看外面打雷打好凶哦，把它声音关小一点，感觉雷的声音好大哦。好，那这边的房间，这个是我们的锻造室，锻眼台，锻眼室。那我们只会在这边烧东西，然后这边会再放个铁砧，这边还没有材料啊，有自己的之前有打到一些铁竹子哦，我们竹子打到蛮多的哦，我们外面的收成还蛮多的。好，然后刀魂也很多，但是我刀的材料还差一点点。哦，我们刚刚有打到鸡蛋，然后我还差墨囊跟一个黄金。对，跟墨囊跟黄金，我们就可以升级这两把刀了。好，那大家有看到我身上的另外一把刀是不同的刀，等一下来看一下哦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，我记得，我之前有一些铁，有之前去偷挖了一些铁，但是还是没有挖到黄金哎。好，来烧一下铁。那上面这个熔炉呢，就是传说中的 3D 熔炉。我们来烧烧看，看到没有？里面有那个立体的铁矿在里面烧，然后烧出来立体的铁锭，噔噔噔噔，有出现了。那我们只要在远方对它按右键，按右键，好像要空手空手按右键就可以直接拿到铁锭了，有没有？直接拿到铁锭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啊，不小心把它放出来了。因为我装了另外一个特殊的东西，是可以把铁锭放在地上的哦。这边你看哦，叠，按着 Shift 加右键，可以把铁锭这样叠上来，最多可以叠四块。你看这边铁锭堆。那拿铁镐应该可以把它敲掉。怎么敲掉剩一个？等一下，敲掉只掉一个有，怎么刚刚铁锭好像喷掉一些了？有一些铁锭不见了。
好吧，不要乱放好了。好，那边右键直接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啦，非常的方便。好，这边一样好多铁锭哦。等等，好啦，那我身上的这把刀呢？这把刀其实是我装的一个扩充的模组刀哦。这把刀叫做荧光，诶，这边好像没有写荧光，这边没有写呢。我的合成表里面没有写，不过这把是我从之前看一下，这里成就应该有。啊，这把应该是边边的刀。诶，风来剑，怎么都有这把了？这把刀有没有在成就里面啊？这把刀好像没有写。这把刀是扩充的刀。哎呦，似乎没有写哦，隐藏的刀。不过这把刀是用玻璃合成的哦，因为我上次做了一些玻璃，然后意外看到合成表有这把刀。对啊，这把刀的材料非常的简单，只要有玻璃跟一些纸，然后还有刀魂碎片就可以合成这把刀。这把刀叫做荧光，那其实就是荧光棒。你看它的英文的话，那其实是荧光棒的意思哦。当然，那它的这边它的特性就是有耐久，非常的耐用。你看它的耐久度有一千多的耐久度，然后非常的耐用，而且我现在砍到耐久程度已经变四等了，越砍越强，越砍越耐用哦。所以这把刀非常的实用，砍不坏。然后你看它打出来其实是日光棒，是荧光棒，对，是日光灯，日光灯管，非常棒的荧光。所以我们这边不过它攻击力比较低啦，那不过用不坏，所以初期的话还是蛮好用的。不过我们刀之后还是得升级啦，我们之后还是得升一下。好，那大家有看到我这边有两把刀，然后旁边又插一把。所以我们这边有三把刀，你看这样，我有三把刀哦。我现在是索隆了，三刀流。对，我们按右键可以变双持武器，不过这个拔刀剑就不能用双持啦，有点可惜哦。哇，外面是不是刮风又下雨？感觉好恐怖哦。哇塞，等一下我的房子会不会坏掉？呀，外面好像有暴风哎。呵呵。外面好恐怖哦！外面是有龙卷风，哇塞，真有龙卷风哎！哇塞，天哪、啊！龙卷风，糟糕，我的房子会被它卷走。其实龙卷风的话，它是会破坏房子的、哦，我们房子可能会毁损，被它卷掉。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先合成一下。那我们来做一些日本刀好了。这边竹箱是用竹子合成的，啊，四个竹子可以合成一个竹箱。然后竹箱呢，我们这边要先合个一把刀，叫做日本刀，啊，日本刀这个，因为日本刀的话就可以合我们之后的红玉。那红玉就是我们之后的目标，就是一把叫做白虎的刀，它的材料。我们要合这把白狐刀，狐月刀白狐，这是我第一个目标。我想做这一把刀，这把刀帅哦，而且功能还蛮好的，效果还不错。那我先来合个刀好了，先合个日本刀。好，要合两把，因为可以当做那个双持哦，武器双持，我就装在这边好了。当当，这样我就各种两把刀还可以切换。好，这样就有四把刀。好啦，那这边我来稍微介绍一下我身上的装备好了。我装备都是打到的，我目前还没有自己做过装备哦，只是打到的僵尸掉的，而且还蛮强的，附魔，然后防弹，非常的防弹。凡弹等级7，然后还抗火，那皮革、黄金帽都是打到的。我觉得我应该来做点装备哦。
做点鞋子好了，然后做个帽子跟铠甲，对，我至少先做个全套铁装哦，做个铁装好了。好，那么郭芙、哦，好，换一下装备，帽子。那我这边的装备呢？因为我想说，因为穿上铁装有点挫，所以我把这边装备的都是变成透明的，所以看不到我们的装备。不过确实是有穿上啊，看那个血量上方的那个是铠甲，防御力还是有 7.5 的。对，我连那个铠甲的图示都换了，就换成我现在的和服的感觉，量身打造的防御力图示。好啦，那我们的装备差不多这样子弄好了。好，有装备之后，我们应该就不太会死了啊。对，再搭配上我们的荧光棒，应该是不会死吧？应该啦，希望不会死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要去做点刀的材料。好，然后这个是日式衣柜，看哦，它只要一格就跟我们的箱子是一样大的容量。这个也是逐模组中一个很方便的柜子，而且它柜子是如果上面有东西的话，它还是可以开，因为它是抽屉哦，它是直接拉的，所以非常的方便啊。好的，那我们东西收一收，然后就可以出发去找材料了。我看一下哦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需要做个包包，我要做点那个材料包哦。好，那要做材料包的话，我们要做点特殊的东西，叫做铁板。啊，为什么要做铁板呢？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。好，刚刚偷看了一下合成表，铁板是这样子做。当然，这个是我们的 Cooking Iron Plant。用来煮饭用的铁板，它有一个成就是 BBQ Party， 好，烤肉 Party。 好，我们做两个，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的模式，等一下带大家来看一下、哦、好，有铁板了，然后之后我需要打火石，看一下有没有打火石的材料。好，真的没有有啦，这个不太一样，长得不太一样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就来，我们去做个烤箱，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烤箱哦。好，我们去厨房，我们要感觉绕了很大兜子。我现在主要要做的是背包，那背包有一个材料是叫皮革。那皮革的话要杀牛，我这边和平主义，所以就不杀牛了。那我这边要直接做一个烤箱。那烤箱有一个很棒的东西，它可以烤牛，不是，它可以烤腐肉，它可以把腐肉变成皮革。对，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功能哦。我们先把铁板这样子上下两层放，然后把它的旁边把它盖起来，这样子把它盖起来。当好，旁边为什么用木头就不要太计较啦。我们等一下换成石砖好了，换成石半砖好了啦，不然木头感觉会烧起来。虽然它是半砖，不会烧啦。它下面的话也要换一下我们把下面换个石头，然后周围也要换一下，因为我们等一下需要火焰哦，我们需要用火焰燃烧。好，我们这边放半砖的方式要比较特殊一点，因为这个是丛林木的半砖，那这个半砖是特殊的材料，所以它的放法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得这样用叠的方式让它放到正确的位置上。这样子才行。卡住了，这样我放不到。
边还要再挖过去，我得这样放，非常的辛苦。好，这样子应该 OK 了。欸，不对，我们说要把它换成那个木头的吼，欸，换成石头。哦，等一下，怎么爆炸了？等一下，我的家，等一下遇到有爆炸键的骷髅头了，我的家被它炸掉了。可我得出去把它处理一下。居然把我的家给炸了，真是好大的胆子啊！嘿，马上把你解决掉。看外面怎么变很多花？哎呦，这把古弓怎么拿得剑啊？哦，僵尸 commander 嘞，僵尸首领，把它解决掉了。居然把我家给炸了，真的是很可恶哎！我的家。补一下我的家好了。哇，被他炸了那么一个大洞。诶，拿错木头了。这个才对。诶，好。哦，开一个洞。好，这边放木砖。哎呦，整个把它挡起来了。木砖，诶，哦，这边也要特殊放法，有没有觉得很麻烦？因为是特殊的材质哦，特殊的建筑方式，特殊的功法，所以要用特殊的技巧。好啦，我们的准备过程就这样子。那我们需要的是做个打火石。好，然后在铁板的下方点火。那接下来就可以把我们的腐肉也放上去了。当当。那腐肉放上去之后呢，它会被烤成皮革。好，我们火熄灭了。对，我们之后会把下面换成。会换成地狱石吧。对，之后如果有去地狱的话，或是可以用岩浆代替哦，它那个也可以用岩浆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量产皮革，然后不用去残害牛牛了。非常棒的一个便利的方式，让腐肉再利用。这样我们就得到很多的皮革。那这个两个铁板叠起来就是变成烤箱哦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烤箱。我把后面的这个也把它变成木头好了，这样就比较像烤箱的感觉了。好，诶，啊，它那个材质不一样，好像放法不一样诶。好吧，我们还是让它变成木头好了，反正这个半砖不会燃烧哦。好。那我们差不多了。那腐肉的话，其实腐肉还有另外一种利用的方式是放盐，然后加一个腐肉，然后这可以变盐制的腐肉干哦。那这个就可以直接吃了，这个吃就会中毒吗？不晓得哎。那可以补充两个的饱食度，哦，不会中毒哎，也不会饥饿。所以这个算是腐肉的新用法，就让腐肉有一些特殊的效果啦，就不会让腐肉变成没有用的东西了。现在可以吃，然后可以做皮革，所以腐肉用处也不错，也是很棒的。好啦，那么我们现在要做包包，对。绕了那么一大圈，我们要做个包包哦。好，包包的话，我们需要一些线，然后一些羊毛的羊毛。那还有一个箱子。那我们的箱子要特别合成过，这个是一个叫做 Better Chest 更好的箱子。那这边有一个特殊的进阶的箱子哦，我们要先做这个，然后摆上羊毛，不是这个羊毛，这个羊毛，
上面羊毛，然后左右皮革，那在四周放上线，噔噔，这可以得到我们一个随身携带的包包了。然后这个我们开启就可以多一个包包的空间，可以增加一些放东西的一个地方哦。这样我们就不怕包包就是随时就爆满。先把一些素材丢进去。好，那这个包包是可以扩充的哦。扩充的话，我偷看一下要用什么东西。扩充的话要一些铁栏杆。栏杆怎么做啊？这样子吧。好，做一些铁栏杆。那这边中间放木棒，然后四周放上铁栏杆，四周放上木材。当然可以得到这个升级的套件。好，然后升级的套件呢，看一下哦。把它放回去。升级的套件四周再摆上木材的话，这个可以变成提升容量的那个升级素材。好，我记得可以升级七次的样子耶。我们先来升级一下，只要把包包跟这个升级素材放在一起，它就可以升级咯。这样我们的容量就会变多。你看包包越来越大，有没有？包包可以放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。好像可以升级七次的样子哦。好，这样子，那再放上背包。等等，七级应该是最高了，我记得。看一下，好，对，已经升到最高了。我们现在包包已经是最高容量了。看一下，有这么大一格，大概有100格吧，不晓得有多少，反正非常多了。我们包包已经不用担心了，这样我们就不怕背包已经随便就塞满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把一些东西丢一丢，反正我们现在有大包包了，所以不太用担心我们的背包不够放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找黄金，找木囊了。OK， 那楼上顺便带大家来看一下好了。我们楼上非常大的空间，但是我还不晓得要放什么。楼上空间还没有规划，总之先放个床睡一下。然后这边是我二楼的阳台，这边视野非常棒。然后，赶时间的话可以直接跳下去哦。那这边我。有另外一个紧急出口，这边可以直接通到一楼，这边是紧急出口，就可以直接下来了啦。对，有僵尸哎，哒哒哒哒哒，烧起来了。好，那还有什么呢？我又偷偷盖了一个，这边竹子它会自己长大，然后会自己种植哦。它的竹子如果长到最高的话，它的附近会有几率再变成竹子，所以我们几乎可以不用管它，就是让它放着，它就会一直长，一直长。那我这边有做一个小农田，然后这边有南瓜，南瓜长好快哦。好，然后这个是大豆，这个是大豆，这个是。这个是竹模组的东西哦，大豆可以拿来做一些食材，可以拿来做一些料理。诶，怎么少一个？那厨子，锄头换一下。好，那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是稻米，这边可以做成那个小麦，不是做成小麦，它是做成米啊，就是可以做成那个米饭。水稻种子来种一种，做成米饭就可以吃饭咯。日本人最爱吃饭啦。好多个东西就把它丢进去。那这边就是传统的小麦区啦，是我们原本的原始的小麦。那这边还有红萝卜跟马铃薯。那好，我们的食物非常的多啊，把它种一种。有小麦、红萝卜、马铃薯，啊，我们的农耕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啊。
退休之后可以来这里种田哦。好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子啦。什么很棒的农田？那还有一个安全机制，就是我可以从里面直接跳出去，那也可以从外面直接跳进来。所以遇到怪物围殴的话，我们是还蛮安全的、哦。好啦，接下来我们要往地底下前进喽。好，我现在有铁装，几乎是不太怕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又忘记了，我们要点一下我们的技能哦。看一下我的技能哦，最近的等级有点高哎，因为我在盖房子的时候怪物一直出来，那结果就砍了一堆怪物、哦。来点一下技能，技能有点多哎。嗯，还有什么可以点？挖掘，然后熔炼，感觉可以用一用。钓鱼、农耕、农耕生活，还可以增加作物的生长速度，哎，蛮不错的啊。潜行的速度，哦，毕竟我们是刺客嘛，我们还是点一下潜行好了。然后战绩，好，哎，我是不是点满啊？哎，最高50等是不是？我已经把战绩点到最高等哎，不能再往上点了，已经点满了。好，灵巧我们点一下好了，感觉像是 AGI。 好，那挖矿也点一下，格挡，好，差不多是这样子，我们点数把它点完了，剩5点就留着吧。好，感觉我变强咯，有吗？有变强吗？应该有吧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往地底前进。鬼鬼正式成为 G2A 官方合作伙伴，只要输入 ONI 就可以得到专属优惠哦。レッドストーンポケットお送りします。